Hello，大家好，又到我们尬聊的时间了。这次带来的这幅作品是一幅白颜色的荷花，白荷蜜蜂。画法呢，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应该会觉得比较熟悉啊。画法上来讲，用到一些方法之前都有出现过。那我现在开头这部分画的这个内容呢，看上去不太明显啊，不知道在干嘛啊。其实是直接用白粉直接上这个以平涂的方式啊，主要以平涂方式直接画出这个荷花白颜色荷花的花型。那视频上因为是这个白底的关系。纸张白底关系，所以视频里面看着不是那么的清楚，不是那么明显啊。不过没关系，稍微有点耐心，过一会儿后面就能比较明显的看出来。因为我用的这个颜料的话呢是葛白在湿的状态啊，含水的状态下还没有干，那它看上去呢是本白色，就不是纯白的颜色。它带一点点米色，所以看上去不是那么白。等它干掉之后，就能比较清楚看到它这个白颜色，它很白。它只有在完全干的状态下，才会显出特别白的那种颜色来。那一开始这个步骤呢，是比较花时间比较主要的，要把整个花的所有花瓣，一瓣瓣都画出来，而且呢，可以适当，你要么留个水线也可以，或者做过渡也可以。那像这样子的话呢，过渡不用做了，这个画法的话，就直接稍微留个边啊，留个水线，就可以了。然后花型白颜色画完了，就拿一个淡淡的，偏黄一点的，绿色，去勾一下，可以算是芽绿的颜色，不能纯用黄的，还是要稍微调一点藤黄，调一点点花青，就可以了。那把所有花瓣，莲蓬都。轮廓线都勾一遍，过一遍。我这边我就顺带着把这个莲蓬颜色一起染掉了。然后呢，花瓣的根部，稍微染一点点，适当的分染一下，把花瓣的层次呢分出来一点。看上去就不是完全平的白颜色的花瓣，根部比较嫩的地方稍微染一下就可以了。那这样子呢，花的层次慢慢显现出来了。莲蓬的颜色我稍微加重了一下，这个莲蓬颜色呢，在原有之前勾线那个基础上，可以把它再加一点点少量的花青，偏绿一点点，把它画出来，颜色再加一遍就可以了。然后我把颜色调重了，因为觉得一开始那个线条呢还是淡了点，达不到要的那个效果。我就调重了，再勾一遍，不会有什么影响。这样子反而可以让它这个层次更丰富一点。当然你不能勾跑偏了，还是得在原来原有的那个基础上去勾。那现在视频里面可能比较清楚的能看得出来这个花的造型了，所以花瓣的造型慢慢。通过勾线，都显现出来了，整个一个
一朵花的造型也比较完整啊，白颜色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了。莲蓬，上面的莲心啊，都勾一下，适当的再加染一点啊。然后呢，调重一点的颜色，花青墨或者墨色都可以啊，看个人喜好啊，去把花瓣。尖的位置，再勾一下，稍微加一点就可以了，不用勾很长，突出一下，色素集中的地方，然后用墨去把那个莲蓬啊，它这莲心的点掉之后呢。花差不多了啊，现在可以看到开始画荷叶了。荷叶呢，我这边用到了三个颜色，一个是事先调好的草绿啊，一个是纯的花青，还有一个是赭石。那三个颜色混着画啊，类似画法之前我的视频里面也有过啊，画法上也是一缕一缕的用笔啊，不是不能涂啊，它还是。有方向性，有方向性，并且呢，跟着它这个荷叶它造型走的，视频里面还是比较能清楚的看到，我这手法上，不是胡乱涂，有方向性，有针对性，朝着中心点，发散状。然后还是我常用的一个三片荷叶的画盘啊，三片式啊，前中后啊，一个虚实表现。然后荷叶画完了呢，你得等它完全干，那这时候就可以去把花丝花蕊画一下，处理一下啊，立粉。点掉，花蕊点掉。那这个一般来说，黄颜色的花蕊通常都是藤黄或者，你怕藤黄会有点发暗的话，就里面调一点点白啊，藤黄加白去点掉就可以了。然后就是把杆子画掉，上面的刺点掉。这颜色的话呢，花青或者你花青少量调一点点。搭到一点点前面用到的那个，草绿的颜色，就可以了。颜色不必就是画的太纯，这颜色稍微搭到一点更有味道。那这样的话呢，整个花跟叶都画完了，我上面补了几个蜜蜂。那蜜蜂的画法之前视频，也有出现过，这个画法也不难，还挺简单的。头身尾，形画出来，翅膀，带着染一下，然后颜色，深色的地方、黑色的地方，墨色加重，然后背部，藤黄，染一染，翅膀呢可以除了用墨之外。可以适当的用一点点，赭石墨的颜色，再带着染一下给它染的不要染的太实稍微处理虚一点它飞动的那个感觉会更舒服我这上面呢除了四个飞的莲蓬上还画了一个勤劳的小蜜蜂停在莲蓬上面这样子。蜜蜂画完，整个画面就比较完整，就不那么单调了。那这里面花很素嘛，非常素的一个颜色，荷叶也颜色不重，我处理的比较淡，画的比较淡。那蜜蜂
颜色相对来说稍微重一点啊，但是面积不大啊，作为一种点缀，在画面上面也是一种起到一种提精神的作用啊，让画面呢更加丰富，看上去更加舒服。那染完差不多，就把蜜蜂的腿都勾掉。这样子呢，就算差不多就是完成了啊，该画的基本都画掉了。那这次的视频就到这里，啊，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